吉帅，您看您这魅力有多大，小人之屋里小，东西只能这样堆着，还没来得及给您送过去呢。东海的红珊瑚。哎呀，是啊，这个是王家二小姐送的。我听说王家大小姐是宫里得宠的娘娘，这红珊瑚可是皇上赐给王家的。您说这王家二小姐得多喜欢您啊，才能把这个送给小人，您说是吧？你这儿的好东西还不少呢，就这个人参起码得上百年，太医署还没有几只，你这儿倒有一只，又是哪家姑娘送你的？这个人参是许记药铺许姑娘送的。吉帅，要不您拿回去补补。哎，对对对，吉帅，您看这幅画，这个是东晋大家我画的《洛神赋图》，这个可是真迹，特别珍贵，在小人心中只有杰帅才够资格赏玩。真的，真的，杰帅，请相纳。哼，你可知道，你这是犯了重罪，我可以依法把你处置了。重罪？小人，小人只是做媒，怎么就重罪了呀？你身为我身边的人，只能对我忠心，而你呢？卖了我去讨好其他的女人，你这是卖主求荣，收了别人东西却不帮别人办好事，你这是欺诈。